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起来，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很高兴跟你一起来主日，很高兴跟你一起来主日。是的，今天真是美好的日子。让我们在这当中，我们要高兴欢喜的来敬拜赞美他。阿门。我们一起给神一个最大最热情的欢呼，一二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我们要一起来拍手来敬拜赞美他。我们一起来唱，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扬声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是，你是创造主，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主啊，谢谢你，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弟兄姐妹，扬声欢呼，这首歌告诉我们，我们要高唱，要大声的来敬拜赞美他。阿妹，当我们越赞美的时候，我们越有喜乐。我们要透过赞美将仇敌践踏在脚底。阿们，要透过赞美耶利哥城都要倒塌。透过赞美那些负面那些难处都要践踏在脚底。阿们，好不好？所以等一下我们从头来唱的时候，我们要更热情，带着信心来对神来唱。阿们，相信当我们来赞美他的时候，神的热情就与我们同在了。阿们，让我们一起从头来唱，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你是创造主，是的，我们一起举起手，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我们更热情的来唱，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
之王，我赞美你是的耶稣，耶稣我之王，我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给神一个最热情的欢呼。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神，我们要继续的来敬拜赞美你，因为我们的神配得到赞美。阿门。我们给神一个最热情的欢呼。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拍手，更热情的来拍手。心看见流奶与之地，心心跟随与主火主带领，甩开不信是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的神有的神。起来宣告，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眼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胜利宣告。我们起来拍手，加上信心，信心看见流奶与蜜之地，信心跟随云主火主带领，甩开不信是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歌声有的声。Sorry.
们的神配得我们最大的掌声，阿门。哈利路亚，我们给神一个热情的欢呼，哈利路亚。赞美神何等的喜乐， Amen， Amen。 赞美就是我们得胜的武器， Amen。 好不好再次跟你旁边的说，赞美是我们得胜的武器，赞美是我们得胜的武器， Amen。 不管我们今天带着什么样的境况来，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赞美来敬拜的时候，他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的当中， Amen。 当我们今天的下午在这个时间来敬拜神的时候，让他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再次的遇见他，我们今天用这首新歌来敬拜他，来朝见我们的君王。耶稣是我避难所，我信靠你。耶稣是我避难所，我信靠你。就算每日狂风巨浪逼近，在我生命里，耶稣是我避难所，我信靠你。耶稣，我心深爱你，直到永远。耶稣，我心深爱你，直到永远。世上任何一件事都不能隔绝你的爱，耶稣，我心深爱你，直到永远。那我们再次来唱，耶稣是我避难所，耶稣是我避难所，我信靠你。耶稣是我避难所，我信靠你。就算每日狂风巨浪靠近，在我生命里，耶稣是我避难所，我信靠你。耶稣，我心深爱你，直到永远。耶稣，我心深爱你，直到永远。世上任何一件事都不能隔绝你的爱，耶稣，我心深爱你，直到永远。我天父，我主，因为你先爱我，甘愿降服献给你我所有。我天父，我主，载着我全心等候，单纯为了你荣耀来使用我。在身上，我天父，我天父，我主，因为你先爱我，甘愿降服献给你我所有。我天父，我主，载着我全心等候，单纯为了你荣耀来使用我。对了，我们来亲近神，来他的宝座前来敬拜他。耶稣，我的避难所，我信靠你。耶稣是我避难所，我信靠你。就算每日狂风巨浪逼近，在我生命里，耶稣是我避难所，我信靠你。耶稣，我心深爱你，直到永远。对了，对我们的神来说，耶稣，我心深爱你，直到永远。世上任何一件事都不能隔绝你的爱，耶稣，我心深爱你，直到永远。我天父，我主，因为你先爱我，甘愿降服献给你
我所有，我天父，我主，载着我全心等候，单纯为了你荣耀，来世有我。来唱我天父，我天父，我主，因为你先爱我，甘愿相互献给你我所有。我天父，我主，载着我全心等候，单纯为了你荣耀，来世有我。对，来回应我们的神，我天父，我天父，我主，因为你先爱我，甘愿相互献给你我所有。我天父，我主，载着我全心等候，单纯为了你荣耀，来世有我。我们就数到三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来祷告。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来听见主的声音。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来遇见神。所以数到三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开口来祷告，来寻求神，来向神来敞开，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让我们的一生要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一二三，一起的来祷告。上帝，我赞美你。上帝，我感谢你。上帝，你是我的避难所。上帝，你是我的山寨。上帝，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开口向神敞开心来祷告。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所做的这一切，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听见神，就是要遇见神。所以我们就是开口的来寻求他，我们就是开口的向他来敬拜。上帝，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是枉然的。上帝，让我们来到这里心是对准你的。上帝，让我们来到这里心是敞开对准你的。无论我们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光景，但上帝，既然我们都已经选择在这个时刻我们站立在这里，上帝就抛开那一切的重担，定睛在你十字架的面前，因为你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你说凡劳苦重担的，我们都来到你面前，我们就是单单的要来寻求你。叩门的就要为我们开门，寻找的就要为我们寻见。但今天我们就是在这里等候，我们今天就是在这里向你来寻求。我天父，我主，因为你先爱我，甘愿相互献给你我所有。我天父，我主，载着我全心等候，单纯为了你荣耀，来世有我。对了，我们来唱我天父。我天父，我主，因为你先爱我，甘愿相互献给你我所有。我天父，我主，载着我全心等候，单纯为了你荣耀，来世有我。天父，我主，因为你先爱我，甘愿相互献给你我所有。我天父，我主，载着我全心等候，单纯为了你荣耀，来世有我。对了，不住的来唱。我天父，我主，因为你先爱我，甘愿相互献给你我所有。我天父，我主，载着我全心等候，单纯为了你荣耀，来世有我。唯一个的感动，在我们要继续的要来祷告。虽然唱着我们要等候，虽然我们在这里唱着要献给神，但是当中有些人，可能你的重担你紧紧的抓在手上很久了，你现在手上有一些的事情，你明明就是唱着要献给神，你明明就是唱着要等候神，
但你实际上是做不到。好吧，我们再次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次向神来祷告，真正的交托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完全的把自己交托给神，当我们把那好的不好的东西全然的交给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实的向跟神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上帝不是只是要来看我们好好的来敬拜他，上帝也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而是上帝要我们跟他建立那真实的关系。所以数到三的时候，我们要再次的来祷告，把你心中不论是难处，不论是重担，或者是有想求的事情，或者是里面那放不开的，我们就再次的向神来祷告说，上帝不管是什么，但是你爱我，你接纳我，所以我将这一切都献给你。我为了要跟你建立，再次建立起美好的关系，我把这一切都交在你手中。数到三，我们再次的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一二三，上帝交给你，上帝弟兄姐妹那一切的重担要交给你，上帝抓在自己手上很久了，他不愿意让人知道，他不愿意让他最亲近的人知道，但上帝你告诉我们，凡劳苦重担的可以来到你面前，你就使我们得着安息。当我们真实的交托给你，当我们真实的向你来承认我们的不够，当我们真实的向你来承认我们的不足，上帝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再次给你修复我们的关系。上帝那里面有伤痛的，那可能曾经与你要好现在离开的，上帝今天再次的对他来说话，再次修复你们之间的关系，上帝再次的使我们里面的关系能够复活，因为上帝你已经复活了。在那在重担中的你来释放他们，那在捆绑中间的你来释放他们。上帝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更自由的敞开在你的面前来敬拜，所以我们将这一切都交托在你面前。哈利路亚，大声的来唱，我天父我主，因为你先爱我，甘愿降服献给你我所有。我天父我主，载着我全心等候，单纯为了你荣耀来使用我。对了，我们大声来唱，我天父我主，因为你先爱我，甘愿相托，为了自由的交给神我所有。我天父我主，载着我全心等候，单纯为了你荣耀来使用我。最后一次来唱，我天父我天父，对了，来献给神，来交给他，甘愿降服献给你我所有。我天父我主，载着我全心等候，单纯为了你荣耀来使用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再次，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我爱你，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到神的面前来回应他。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的超能力。对了，坚定的来唱，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力全意，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力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对，让我们一起的来宣告，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至战至情的苦处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至战至情的苦处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力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力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数到三的时候，我们高喊三声主啊主啊主啊，我们就一起要来祷告，再次在神的面前立定心志，我要一生的要来跟随神，因为我们已经把一切都交给他了。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向神来说，上帝让我要来紧紧的跟随你。数到三，高喊三声主啊，一起来祷告，一二三，主啊主啊主啊，上帝啊，我要一生的要来跟随你，上帝，我要紧紧的要来跟随你，上帝，我已经把我的一切交给你了，上帝，你赦免了我一切的过去，让我今天下午再次在你面前再次重新立定心志，上帝，我要紧紧的要来抓住你，我要紧紧的要来跟随你，虽然我难看起来是难处，虽然我的光景可能不是很好，但上帝让我要来紧紧的跟随你，因为你是我的盼望，你带领我走过死荫的幽谷，你是我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你要带领我前进，在我在一生的路程里面，你要坚固我，你要使我刚强。谢谢你耶稣。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对了，坚定的来回应神，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哈利路亚，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再来一次，我爱你，是的，用尽我全，我们绝不是孤单的，阿妹，你绝对不是孤单的，阿妹，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主啊，在这爱的路程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单的，
我们不是孤单的，你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不论我们面临到任何的挑战、风暴、任何的难处，主，我们知道你用笑脸看顾着我们。今天下午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到这里，神，你再一次的赐下新的力量，你再一次赐下新的恩膏，把那个已经发酸的腿再次的坚固起来。主啊，我们要再次的说，神啊，神啊，我们知道你就与我们同在，你就与我们同在。那些仇敌的诡计、仇敌的谎言、仇敌的嘲笑声，要从我们的生命、从我们耳朵中完全的离开，不能够再影响我们，不能够再摧毁我们，不能再拦住我们奔跑你给我们的标杆。我数到三，我们待会一起来祷告。你要知道，你要看见，在你的身边，耶稣用笑脸帮助的你，他一直与你同在，一直与你同在，一直一直的与你同在。他的力量要成为你的力量，他的手要扶持着你。阿们，把你的难处，把你现在的疲惫告诉耶稣，把你的困难告诉耶稣，同时要告诉耶稣，要告诉神，在这些困难、这些疲惫上，耶稣会为你得胜。阿们，耶稣会带领你得胜。阿们，好不好？我数到三，我们一起为你即将有的得胜来向神感谢，来向神欢呼。一二三，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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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单的，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人在奔跑前面的道路。主啊，你预备天使天军，主啊，你预备一切的资源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我们感谢你，纵然现在是一个瓶颈，纵然现在是一个挑战，无花果树不开花，不开花，你依然与我们同在。主，你是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神。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的同在是真实的，你更是为我们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神。纵然现在的环境让我们觉得沮丧，现在的现况有的人让我们失望，但是神，你永远不让我们失望。我也相信通过这些事情、这些人事物，你要成为让我们成为我们生命中极大的养分。各位弟兄姐妹，大卫最蒙福的不是他坐上君王的位置，大卫最蒙福的就是他在各样的患难中，他知道他的神依然的看顾着他，依然的与他同在。就算是孩子追杀他、仇敌追杀他，他知道他的神依然与他同在，所以他可以说，他将神摆在他的面前，他可以不致动摇。神是他的磐石，是他的力量，是他的盾牌。耶和华神也是你的力量，也是你的盾牌。神在你的生命中还有伟大的计划，还有美好的旨意。阿们，好不好？我们再次跟神祷告，不要灰心，继续的向前奔跑。加勒说，80岁的加勒说，我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他可以继续的为主得利为业，同样的，你也可以继续的靠着神的大能为主 得地为业。你的家人会因着你认识耶稣，你公司的同事、你的邻居会因着你经历到耶稣的恢复跟爱，继续的为主得地为业。你要相信神给你的恩赐会继续透过你的生命成为许多人的生命的祝福。阿们。我数到三，我们继续的为神给量给我们的恩赐、量给我们的祝福、量给我们生命的计划来向神感谢。不要看到你现在的情况，要相信神的旨意永远不会改变，神的选择永远不会改变。我们一起祷告，一二三，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这样子赐福我的弟兄姐妹。主，你的选择、你的旨意永远不会改变，谢谢你放在我们生命中极美好的命定跟计划，谢谢你把这样子15天的恩赐、15天的产业赐福给我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看见，继续的抓住你给我们的蓝图，信心的奔跑这个蓝图，在这个蓝图中间，我们宣告：主，你要带领我们得胜；主，你要带领我们得胜；主，你要带领我们进入那应许之地。主啊，谢谢你赐福我的弟兄姐妹。赐福的弟兄姐妹，在任何的环境中间也不致动摇。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信心抓住你给我们过去的启示、希望和蓝图。
让我们用祷告来看见神你的国度降临，让我们用信心来领受神你与我们同在的恩典。主，我们相信你过去放在我们生命中的启示、感动、蓝图从来不会改变，纵然环境，纵然有一些事情拦阻了、抵挡了，让我们缓慢了，但神你可以带我们再次的跨越过去。谢谢耶稣，今天下午把一个新的恩膏、新的能力、新的得胜信心赐福在我弟兄姐妹的生命中间。谢谢耶稣，你是那么的爱我们的神，你那么希望我们进入那应许之地，生命充满丰盛的神。谢谢你与我弟兄姐妹同在，荣耀归给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为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神，赐福我们的神，让我们生命得更丰盛的神，向神来欢呼，阿门，阿门。